早安，布谷鸟，bonjour，布谷鸟，吃早餐了。你知道早餐叫什么吗？早餐叫做小餐，叫做布丁鸡卷呢。今天大蓝天，这是我们的小偷，我们的弟弟，然后还有一个很漂亮的找到，找到是花园的意思。然后再过去那边有小溪和泳池。First exit。哇，今天出大吉，实在太开心了。滔天，自由梗，继续再来欣赏葡萄园，好漂亮。500 meters，又回到 Jefferson 双贝泰，现在在听威哈兹的导航，他讲英文。Speed trap reported ahead。哦。他讲那个车速在前面的。At the roundabout, take the second exit. 又来到观景台，现在涂大太阳，超冷的，因为风超级强。Go。比比开心，等一下我们要在城堡里面吃饭，先来做 tour， 自己的 tour， 看 map 的 tour。那我们先往左边，左边的屋顶，这边是中世纪建筑的屋瓦，然后跟墙壁。然后呢，转一圈，继续中世纪。然后街道左边就是文艺复兴风哦，两边拼装起来的，感觉就是微电加盖。对，这是一个井，贞子住在里面，上面有一个齿轮组。大齿轮给手拉，小齿轮拉水桶，这样子比较省力。现在要去睡觉的地方，宿舍。宿舍。这里有个埃菲尔铁塔，这里好像被埃菲尔公司收购过。原来这一间。是集市会的晚宴哦，难怪看起来这么高级。Baby 说他老了以后也要来弄一个。我们现在在哪里？在酒窖里。好，我们来介绍这幅画。这幅画的作家是伯恩出生的，他下面画的是叶子，比如说就是不穿裤子的时候。拿来遮重要部位的葡萄叶，然后上面画的是这边的地形，然后中间白色的时候是，白色画的是他们那时候缺工，找人 hospital sister 来帮忙采葡萄，临时工啦，没呢。这个是葡萄采收完的大皮机，就是。
这是第一步，先把皮压破，变成混着葡萄肉的葡萄汁。那因为皮跟果汁是皮比较重要，所以压破了之后到下面，然后那个通通吗？对，然后转移到这边的罐罐里面，让它发酵。有一些会多一个步骤，就是放血，从下面把葡萄汁放掉，让皮的比例增加。这个就是单宁味的来源。准备好一间，我进来看。哦，也太漂亮了吧！After that, and after a fortnight, he takes them home to get some more light until they can come back here. Okay. So pick of the forest.Sous-bois in French. The best aromatic for this is mushroom, fresh mushroom. And people have the ability to turn the glaze for. 第一道前菜，感觉好像是肉冻，还有腌蔬菜。这个前菜是老胖的肉冻诶，是兔肉诶。不见得兔子。B B， 这只酒的照片修一下。好，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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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会念，好难念，红的嘞。这个也是不会念的。In the rich fruits, you have more complexity of the last wine. In the same aromatic of black cherries, cherry fruit, but you have the complexity of the grand cru. The definition of this wine is animals. Animals is the definition of. It's not very strong wine. It's the finesse and the aromatic. The definition is animals.This is a pawn. BB 获得了690。他说还是贵的最好喝。我觉得还是不用喝最贵的。不用喝最贵，喝第二贵的就好了。第二贵的就好。刚刚喝的。从最便宜的开始，一杯，第二杯，第三杯，第四杯，第五杯，第六杯，在一个红红的房间，刚吃完饭来参观，而且这边也可以烧柴，好酷哦。然后 BB 刚刚看到了一个画，觉得很可爱。进来厨房，这边有一只烤乳猪，还有一大串的大蒜，还有一只刚被打下来的大鸟。眼前的这个是十二世纪的建筑。这个呢？十二世纪的酿酒厂。这个呢？开始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墙壁，十六世纪的东西。那这个呢？盖起来要开趴的地方。这边呢？又回来了。BB 开启了花钱之门，我们现在要去苏菲尼尔。看你的钱。漂亮哦，但是天空的云也好漂亮，可是风好强。参观完小洞，这个光的不久，在这里，哇，它里面没有卖酒，它只是一个像是名字眼的地方，可是。介绍得很好，呵呵，好玩，推荐。At the roundabout, take the second exit on Avenue de Cito. 好漂亮。
飞的地方了。In 300 meters, at the roundabout, take the second exit on Avenue. 钱。交钱。用 Apple Pay。哦，一块五。一块五哦。对。还蛮便宜的、啊。一块两毛五。开门了。哦。通过。可爱的狗狗。两只诶。超可爱的。有够大的，对呀、啊。OK 吗？单子出来了，用 Apple Pay。OK。秀一下。Yeah。我们现在到了伯恩的高炸表衣。你讲哪一国话？古老的音乐。好，我讲台语，很辣、啊。空中走廊被敲掉了。来参观公立医院，人家的公立医院盖得好漂亮哦。你上班的公立医院真的是 ，Oh my god！ 走到了医院内部，哦，大蓝天。这个医院很厉害，自己生产酒，所以可以供他们自己做医疗使用。走到了医院内部，这个歌德式建筑，嗯，然后这边就变成文艺复兴建筑。文艺复兴建筑，这里是旧医院，这里是新的医院。呵呵，波波主治医师要查房喽。应该好了，可以出院了。真的哦，他已经出院了。哦。你别看我，不要一直跟着我，自己不会找事情做。没有电脑啊。没有办法打病例。VIP 病房，VIP 病房有配两个修女 ，Oh my god， 两女陪住，我的老天。然后还有一个火炉，这里好像是一间加护病房，要付钱的哦，跟现在的健保一样哦。然后刚刚有说那个路易十四有来参观，发现他男女没有分开，就捐钱给他，叫他把男生跟女生分开来。然后他墙壁上有很多壁画。600年后有一间桃园医院盖得比这还烂，不知道在干什么。进入了药局，这个是导麻剂用的，没有啦，导药用的。然后听说以前都是由修女备药。这边还有药罐。你刚刚听到什么？他说以前的医生只要学一个月就可以开业了。还好说以前的医生不能结婚。这边都是药罐，哇！看起来超笨的，感觉一转弯就会打。然后转弯轮在后面这种事情，还有什么？以前开刀好简单哦，东西好少。那还有一把剃刀，先剃毛。装东西超小的，我开刀器械就不那么多。这是什么？他的中甲状腺静脉化太粗了啦。哦，比例超怪的。
哦。嗯。还有什么？而且他为了开甲状腺，把胸骨都锯开了。好可怕、啊。好痛。你走神经。1914年的呼吸器，那个他的呼吸球已经已经烂掉了。这个是气胸在用的胸瓶，跟现在长得还蛮像的胸瓶系统。嗯，这个锯骨头的截肢跟锯骨头的锯子，好恶心哦。然后跟上面那个是加压止血的止血带，跟现在美军用的长得也蛮像的，上面也是转转转。这个是如果手指脱臼的话，就把手指放在中间这样，然后呢把这边锁紧，然后抓着它就这样，呀就好了。哦，这个是拔牙的，还好没什么特别。嗯，隔壁这个就变太多了，这个是止血用的电烧、哦，可是它是这个转转可以把它的 handle 换跟 tip 换掉，它的 tip 是可以换的，就是呢把这个放在那个烫烫的火上面烤，好像老铁哦。对，就是烤到红红的，然后就去烫那个出血地方，那样滋滋把它烫熟、哦。好变态哦！这是什么？嗯，右边的那个先讲好了，它是。Irrigation syringe 就是拿来洗东西的，它前面头弯弯的，就是可以什么戳到鼻孔里面去啊，洗鼻子的的 syringe 的针筒。左边的这个就更好笑了，左边这个就是以前古代的碗肠，他故意把它做一个 L 型，然后右边它的那个尖尖往上翘，这样病人就可以自己用，就是。把它放在地上，然后呢，屁股对准那个尖尖坐下去了之后，从旁边这样炸，就把它冲出来。好恶心哦，臭臭！可爱路标出现了，北修道院。好快哦，看这边。去吐吐 ，Give you later。好，再表演一次 ，E Puppy。车子觉得它要撞到，噔噔，开门、，Go Go， 冲啊，冲啊！好漂亮哦，看起来好适合。65块哦，还好，比午餐贵一点。包场，包场，包场，包场。包场。是蛋蛋，牛排是菲力，然后鸡肉看起来好好吃哦。嗯，然后那什么酱 ？For chicken 的酱。对。Chicken， 咕咕鸡。Thank you。你挑的是什么？你怎么那么开心？这个、是什么口味？什么口味啊？巴黎给你。